每天都会见到副长。哈喽大家好，粉丝朋友想吃松菌，今天我们又上山摘松菌，还有叫九月黄，应该是最后一集啊，赶紧看看有没有，走。这有一朵，还可以，这朵好抬，后面还有一朵，好一看，好抬，但这朵有点坏啊。这朵漂亮，这朵漂亮，啊也坏了，看，脚脚很大。这有一朵，还没得虫。哎，漂亮！哇塞！全是这种精品货。又冲了标，哇漂亮，这种不容易冲，太阳底下的原来是这种又小又好的，哦吼，感觉里面有腹胀菌，哇塞，猜猜这是啥？中小朵，小朵。没得虫，虽然没上个月多，但是全是这种小朵精品，好安逸哦。中太多，哇，好重！嘿，这里面好多，估计全干了。没得虫，没得虫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没想到还这么多。哎，这朵才厚啊这！又得两朵，但是多少钱的重阳，可惜啊！这种小的一般没得，看嘛。你看这又长得好安逸，
这一堆太矮脚一朵两朵，这个虫标三朵四朵五朵，这个虫每天都会见到复杂，好干好漂亮。全见中小兔，见了一筐，赶紧下山。这是整整齐齐把它码在一起，还筛选了一次，这是选出来的，里面的渣渣，赶紧打包发走。